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雄，我是梅拉妹，今天带我表妹过来盘这个坑，给她盘了，走走。没抓到过，这个时间我给他做了些。什么是虎鱼？那个老虎鱼。好丑啊！那个时间货啊，那个很贵啊。哇哥，这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哇，这个是角螺，这个角螺，哎，都是角螺，哇，一个，三个，一堆呀、啊。哇，把他们家全端了。十多切，上面的先给他找了，来这样，都搁钱了。啊！哇，螺好多啊，这边。这底桥的螺90多，塔螺这个杜鹃螺，这种不要太小了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连是，哇、哦、一堆呀、啊！等一下，这个被我按扁了，本来个头太小了，不减抓，现在只能减走了，压扁了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赤霞红啊，这么大的赤霞红，我好久都没抓到过了，一堆，哦、不要夹到我，马上夹掉一只脚，给它做了去。螃蟹哦。这个是什么蟹？石头蟹吧。石头蟹，对，石头蟹。抓起来，抓起来。本来这么小，我应该放生的，可是它夹了我，我就把它带回家。干嘛要放开吗？哎，我这边摸一下，下一杯。哇，哥哥，这个。哇，大这个角螺，哇，这可以呀、啊。角。哇、哦，这个角螺。哇、哦，好大个。啊、对呀、啊，我30都吃进去。这种角螺跟蟹螺不一样，蟹螺它这边没角。啊，角螺这边才有脚的、哦，给它做了，放到这边去，放到。好。哦，这边。哎呀，过来，这边有条鳗鱼，我这底下。好。不知道是什么鳗鱼，跑到这石头底下，来过来，你帮我抓一下。啊？帮我抓。我帮你看着它吧。啊？抓这个是这个，就还是你上吧。哎，不怕，这个我不怕，来你抓了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来，等一下，跟谁一样，可。这个不怕，这个不怕，它不咬人，咬人的话也就疼一下。哦，石头蟹，石头蟹，哇，这里面真的好多，这个感觉一点脚就不要，哦，开始挣扎了，那个脚的就不要，那个先给它抽。我刚看到螃蟹跑进去了，在哪？咦？这边发现了一个角螺，我一下子上到它这个里面，它把我弄了一下，吓死我了。这个大的螺跟刚才哥哥捡到的差不多，哎，赚了，今天赚了。这个洞我上次挖了好久，好没挖到，今天又带钩子过来，顺便给它勾一下，看有没有。哎，哥，有一只鱼，哎，不知道啊什么？来，我这走过去。哦，这什么鱼啊？哦，这个珊瑚的感觉。这个黄金虎啊。黄金虎。这个值钱，这个比那个老虎鱼好，那个值钱。黄金虎这个比较漂亮。刚才那是这个也比较贵，对呀、啊哦，这个也算鱼的一种，小不过小个头不大。对，有点小。哇，哎、这底下先给他找一下啊。螃蟹。不怕，被游一下也不怕。哦，那个可以呀、啊哦，这个应该是我刚刚这里面勾出来的。应该是。哎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来抓。我找一下。是我这个胆小。哎，这边。哦，这边。哦，你别什么大货。好了。哦，哎，都钱是不是？咦？哇，金花的，这个什么鱼？什么鱼啊？不知道。哦，在这边。跑到这里面来了，等一下，我给它弄出来。哇，一只蟹，来，谢谢。哦，哎，往里面抓。哦，抓住了。哇，大鱼、哦、啊！又跑了。哎，跑到哪里去？哎，这家看你往哪里跑，这家看你往哪里跑。
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哦，红心斑，看一下这个直接，我不要进去，不切。这个红心斑直接，哇，这个直接，这个已经几百块，这个又给他走了。终于抓到一只鲜眼的货，我厉害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这里面，看来又给他再勾一勾。他老是要咬我，哎，不准咬我，快收了，不要咬我，就不展示了。哇，这旁边枝头都给他找一下。哇，这边，哎，又发现货。过来看一看。哎，你别跑！哦，在这边跟我扯，又断。哦好进去。等一下，我把石头翻一下。你翻得动吗？哎，你翻，给你指一下，你翻。都不行。来，你翻一下，试一下，感觉跑这边，我得换过来。咱们两个一起用力吧。不是，翻这边。那翻哪？就往那边翻，你翻。你看到没有？看到这，脚在这边，又跑过去了。我给他追过去，你那边找一下，好像出去了。没有吗？等一下，我石头给他放下。抓住！别再让他跑了。你兄弟，我信了。我就不信了你。哇！别把他的脚扯掉了。哇，太华丽了，又细长又那个，你看他一直踢。你看他到哪时候都能粘。你们粘着我的手不好吗？哎，触角们粘着我的手。嗨。好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今天收获可以呀、上车了，让他跑。哇，今天挺给力的，居然货不打的，都是直线货。这个是螺，那个小螺，这两个，这个虎鱼，这个直线啊，这个一斤现在差不多，这中虎的已经300多，然后这种的已经也差不多300多，因为它这个是黄金虎。黄金虎啊，对啊，然后角螺今天捡了好几个，哎呀，六个角螺，还有这只也给力，这只红金斑，这种已经也差不多200-300了，300多。对，那收获也就这么多了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拜拜，明天见喽。